裙子最怕越穿越胖，屁股胖出来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把花裙做了压折，压折就会瘦瘦瘦瘦。弹性呢，不要跟我说你穿不下，弹性非常的好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，里面有半里哦，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内着的问题。一个是偏橘色，一个是偏紫色，所以呢两个大不同，很难选。屁股的话啥都看不到，肉也看不到，只看到漂亮美丽的花裙的颜色跟它的裙摆，然后非常的冰，非常非常的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。我的身高161公分，所以呢大家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小个儿高个儿，你要上一点下一点，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。